比方说，英国光先生在《柳絮春秋》词类研究里面提出一个说法，说如果一个词它活用超过六次，就不再看作活用。那很多人就问英国光先生，说你为什么不定是定为六次，不定五次，也不定八次？他回答不了这个问题，他是觉得如果这个词上的比较多了。这就是刚才张慧所讲的这个词存在很大的这个缺陷。我们看一下那个《群英异辩》里面就讲到，这个词有姜子切和姜立切两个不同的读音。子欲下民曰自。大家没想到吧？看来还不是这个策略活用的现象，还不是一个语用现象，不是一个信息。上次我们已经讲了这个女，像子、女、妻等等，都有音变构词的现象。女有一句缺，如去生，以女嫁人曰女。七也有七季切，既有七夕切，也有七季切。去生以女侍妇曰妻，曰妻。好，最后我们来总结一下前面所讲的内容。王立先生在60年代的时候写过一篇著名的文章，就是《古代我还有自动词和名词的配对》。王立先生自己也很看重这篇文章，在这篇文章里面，他从同源构母生的关系讨论自动词和使动词的对立，也就是刚才我们讲到的妻、妾、女、孕这些，王立先生都认为是同源。既然是同源词，同源词一定是两个不同的词有同源关系才叫同源词。因此王立先生是把它看作这个词，不同的词不看作词类活用，不是一个词在特定的语境下发生临时变性。王立先生认为在形式上，这个自动词和使动词应该有严格的标准，它一定存在于形式的对立。但是下面的观点就可以商榷了。王立先生认为，如果语音形式相同，那么就只是句法上的使动用法，而非构词法的问题。也就是说，王立先生认为，如果刚才我们举到的这些词都有音变，那就是构词法的问题，是同源词的问题。如果没有这种音变，那就是语法上的句法上的使用法。我觉得这个标准呢，就有点像刚才英国光先生提出来的六次的标准一样，讲不出道理。为什么有音变？即便这个像词，像这个，我仔细的查看了先秦的文献，他用作这个使动词的用法，就以女侍夫这种用法并不是那么多。但是为什么就因为它有音变，所以看作是构词法的问题？有的。这个即便是使动用法的例子相当丰富，只是因为没有音变，还是看作活用。特别是我们看王立先生主编的古代汉语教材里面，把像
这个饮食探索出来，可见这里面这个标准本身就存在问题。曹先伯先生写过一篇文章汉字的自动义和始终义，曹先生是补充王立先生那个配对的文章，取了更补充了很多例子，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去看一下王立先生写的时代文集。在这篇文章里，曹先生区分了造句法里面动词的使用法和词汇意义中的自动义和始终义。那么曹先生这个不光是补充意思，在指导思想上也做了调整，他在区别标准上不为语音识别了，就是不仅仅是依据语音那一条了，他又提出一条来，就意义上是否存在对立。如果存在对立是词汇意义问题，如果不存在对立则是句法功能问题。曹老师这个标准很有意思，其实对立和不对立的标准是什么呢？就是上次课我们谈到，刚才张慧也提到，就是一个词表示尊，表示尊贵的意思和尊重的意思，在现代汉语当中正好都有对应的词汇形式，它就是意义上的对应。如果没有相对的对应的词汇形式，那就看成词汇活用。所以这个标准我们说当然好。曹老师是我上大一的时候的古代汉语老师，我们来看一下曹老师举出来的什么是对立对立。他故天下皆以扁鹊能生死人，这种生是不求动词带宾语，表示使动，活着与使活而已对立，因而是动词的使用法。您觉得这段话有问题吗？有问题，就正好这个使活没有一个词汇形式，假如这个现代汉语当中恰好就有使活这个词，那个结论可能就不同了。从表自动意义是跟随，表始终意义是使跟随，也就是带率一，跟随和率领在意义上构成对立，类似于训诂学中的反训，所以就看作词汇意义。那么视这个词表示看的意思，也可以表示使看的意思，表示使看的意思就是显示给别人看，拿给别人看，有显示这个动词。因此这个是不是使用法，而是它有两个词，记录两个词，一个是看，一个是显示。所以这些大家像张慧同学，那么课上遇到问题自己课下去读相关的文献的时候，一定要仔细的考虑一下他们的观点能不能成立。比如说始终让自己有一种怀疑的态度，千万不能够，哎呀，是王立先生的文章，是曹老师的文章，那应该是没问题，一定不是这样的。最后给大家提供一个这个很有趣的书，是徐志摩先生写的《汉语反训提示》，哎，发来就是反训提示，是不是没问题吧？在这本书里面，徐先生一共收了246个动词，在这二百。
146个动词当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属于助动句和使用句的对立。比方说，光这个表示人的视觉行为的，就有这个见、观、视都有。见如果表示使见，那就是表现。观如果是表示使观，那就是展现。视如果是表示使视使看，那就是表示。好，后面的我们就不管它了。关于这个古代汉语的词类活用的问题，我们又补充了这些现象、这些观点。这些现象和观点，希望能够引起大家的深思。特别是希望能够使大家通过对这样一些现象的观察，我们领会一下怎么去观察语言事实。我们的理论背景，我们的眼光会对我们观察事实造成哪些影响？下面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关于古代汉语当中名词做状语的问题。这个问题之所以我们要单独拿出来讨论一下，是因为名词做状语的现象在上古汉语当中的确是太丰富了。但是为什么古代汉语当中会有这么多的名词做状语现象，值得我们进一步的思考。到目前为止，关于这个现象的描写和解释都还存在很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其实关于名词做状语，我们只要翻开汉语成语小词典，就会发现在这成语当中并不常见，这种现象并不常见。比方说龙聚虎盘，虎踞龙盘，虎踞龙盘就是像虎一样的聚，像龙一样的盘。虎踞和龙盘不能理解成是主谓关系，不能是虎在那儿蹲着，龙在那儿盘着。龙腾虎跃，龙吟虎啸，龙争虎斗，龙耀凤鸣。这里面龙虎凤都是名词作状语。那么这种名词作状语就是一般所讲的表示比喻。前面的这个做状语的名词构成喻体，像什么什么一样。有的同学就说，是不是古代汉语当中这个没有像似意的动词，所以才会使用这种名词做状语的现象呢？不是，古代汉语当中像似等等动词很丰富。下面火耕水弄，用火来耕地，在原始阶段，这个人们不会拿一个器具把这个土翻开来耕地，而是通过火烧使这个生田变成熟田。水弄，水也是用水来这个弄。高耕火种，也是就是说水火稻都是名词作状语，表示工具，表示行为动作的工具和实践。鬼哭狼嚎其实应该放在前面，像鬼一样的哭，像狼一样的嚎。东奔西跑，像东奔向西跑，这是方位时间词做状语，在古代汉语当中很常见。水运
是通过水来运动，这是表实践。手写是用手写，夜行是在夜里出行，目送是用眼睛送，而不是自己亲自去送。所以我们看名词作状语在这成语里面表现出来，主要有三种类型，一个是表示比喻，一个是表示工具凭借，一个是表示时间地点处所。下面我们按照课本上的这个分类来简单的概括一下，我们就是去看一下名词作状语的基本情况。我们通过检讨这些事实，检视这些现象，希望能够引起大家思考，这些现象究竟为什么可以这样用，它的前提是什么。方位名词、句点名词、时间名词用作状语，需要行为动作的方位、处所或时间，像脏水出烟，东流入于河，东流是向东流。可以通常称为向如秦赤之，这里面秦是在朝廷上，是表示赤之这个行为发生的处所。下面则贵由之是征白者，日分天地而欲可得，这是李公园的小游记。日增千金，每天都增加一千金，但是最终还是不能够得到，所以这里是日名词作状语。有些情况下，名词作状语虽然是表示时间或者是处所，但是我们一眼看上去好像不能够因为它不是用时间词或者是处所词来充当的。比方说我将饮酒，而即雨行，即雨行就是在下雨的时候出行。抚飞而亲傍，这是在肚子里面飞回，在心里面表示对对方不同的意见，对对方就而不是公开的说出来，对这个抚和心都是处所，表示北和霸发生的那个处地方，这是第一类。第二类名词作状语表示行为动作的工具或凭借。在中学学过的单书帛是用单纱在帛上书写在帛上，几本运于渤海，认为是用几本，就这些最简单的运输工具运到渤海这里去，就把一个发生的此时。王有所爱姬，王后使人镇杀之，镇杀之就是用毒酒杀了，镇是杀之的工具。第三类名词作状语表示对人态度，凶视之，无德凶视之，是像对待自己的兄长那样对待他。比如说刚才我们现在成语的例子里面没有这一类，是不是？有没有？现在还有成语里面有没有？大家去考虑一下。这个庄子啊，因为是以颜值闻于伯，所以伯你看皆师尊之，师尊之是像对待老师那样来对待他。师是不庄子。第四是名词作状语表示比喻，庶民子来，子是做来的状语，像子女一样的跑来，
像子女听到自己的父母有事情要帮忙那样的，赶紧就跑来了。啊，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子，又可以用作始终用法，又可以用作一等用法，又可以做状语。那么，是不是始终、一等、做状语这三种功能之间有什么相通的地方呢？秦磐石，磐石之地，磐石是像蚕一样的吞食，蚕吃桑叶，一点一点的从边上这样往中间侵蚀。那个蚕食就是用来描述这样的现象。人头畜鸣，像畜一样鸣，像牲口一样鸣，民且狼顾，老百姓将要像狼一样的回头看。顾是回头看的意思，因为狼性多疑，狼走路的时候总是一顾三回头。这是古代汉语当中名词作状语的基本类型，就这四类。所以这些现象究竟应该怎么看？我想请大家仔细说一下，认真的思考一下，好吧？那么今天的课我们就到这儿结束。